伤心话。谢谢彩盈，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彩盈，你知道人生的歌啊，只要是越大的画面，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歌叫命运，或者歌叫做人生，就是很大的标题的歌，标题越大越看似很有深度的歌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让你心静下来唱歌的时候。我觉得这个歌你就是没有准备好，不知道怎么去诠释这首歌，才会有这种慌张啊。彩盈老师好。好，那个我这首歌应该是暗时也要唱的吧，对吧？既然叫鬼路，好啊，夜半是不是汤声大戏边啊？我感觉暗时也要唱歌的时候，应该会使口气卖遐尼重。好，有的时候可能太用力的时候，敢那你嘛不会跟人冤家啊。好，啊你应该这条歌会使靠。比较有弹性一点的诠释，他 Q 嫩诶，然后暗时啊咧唱，可能情绪会较重嘛。好，啊你有一些画面想要去描述它嘛。好，所以讲我感觉也是一样口气的选择啦。我觉得就说，当然每一个人可能对画面的感觉不一样，但是你至少你要尝试着把这些画面带到你的歌声里面来。好，那也许你画面感勾勒出来的话，就是。让人家会比较随着你的歌声去看到这些歌词想要描述的东西，我感觉这条歌的重点应该在这啦。好，我小小的建议。